县城大部分已经解封，小部分就是那些有阳了给阳的地方啊，只要没解封，那边就有那玩意儿啊。所以说，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你那个地区、你那个小区还没有解封啊？鄱阳基本上全部都解封了，而且的话，鄱阳县城周边，包括湖城大桥、鄱阳的老大桥，还有周边的那些黄湖路啊，什么，那些地方全部都是通行的。再有一个不能过来的地区，这是目前已知确定的，景德镇不能进入鄱阳。景德镇进鄱阳的话，你还没有出去，景德镇高速那里就是劝返，不让你出去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以前家里的调料瓶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？你们两个是指腹为婚。向往的生活，枯藤老。到黑夜分辨之后，会是新的白昼。放吧，今天不用学了。用拇指按压听同学18下就不打嗝了。终于恢复到2019年以前的生活了。How many Chinese people did the Japanese army kill?大海的是你，你带来坏的消息，便有凋零，整夜就沉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期待呢就是在我们当下，我们依然穷人啊，就觉得。对，跑来看别人。499住西湖边3天2晚，你敢想象吗？就在杭。如果你28岁还没有谈恋爱，那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：追女生千万不要投其所好，根据对方的喜好来改变自己，然后去适应她。因为啊，这往往就是的开始。女。